本周的星光舞蹈特训马上展开。在上一堂课中，星光二班的成员们进行了30秒的舞蹈 solo， 每位成员都以不同的自我风格跳出了属于自己的专属舞步，也让实战教官了解到他们的程度。但要成为全方位的歌手，不但要会唱歌，还要具备体力、耐力及肺活量的基本功。因此，他们将在接下来展开一场挑战体能极限的训练。接着，我们请 Energy 来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大家，大家走，来，预备，一、二、三 ，Go！好，预备，一、二、三 ，Go！ 一、二、三。在看了 Energy 的示范过后，每位星光二班的成员们个个都看傻了眼。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将有更严苛的考验在等着他们。八 ，OK。你就是我的星空，无分黑夜或白昼，陪我熬过每一次的失落。美丽的故事让我与你一起守候，永久将它烙印在我心中，幸福的逗留。没错，这次星光舞蹈训练的第二堂课就是在连续的体能训练后立刻演唱歌曲，借此考验每位成员的体力及肺活量，而这项训练也将挑战着每个人的意志力。3、2、1，0。好，你是队长，队长你准备的歌是什么歌？征服。 OK，3、2、1，唱。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在上周舞蹈检定过后，最让人担心的佩瑶，没想到在这次的体能训练当中还算表现不错的哟，为上次表现不佳的耻辱扳回一城。This love has taken its toll on me. She said goodbye too many times before. 有着多年驻唱经验的赖明伟，虽然是边喘着气，还是硬把一首歌唱完了。而接下来的成员们有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呢？蹲下来。好，那我们再给一位。好，到你，来，这里我有。你准备什么歌？那个蓝雨。好，来，3、2、1。茫茫的午后，带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带领我进入你的世界。Just so your way, yeah, yeah. 天空的路永远不会变 yeah, Just start to pray 아마리지마디도이혼자겨리니까우차려우내림진가우내신경니까우타게우내겨리니자야보在长时间的体能训练过后，每位成员的身体也都濒临了极限，连续的跑步动作让每个人都跳得汗流浃背，
纷纷倒在地上无法动弹。而这魔鬼训练更让吴忠明的脚严重抽筋，痛苦地惨叫着。在这当中情况最严重的，没想到却是最擅长跳八家将的赖明伟。在刚刚还能脸不红气不喘唱歌的他，却在这次严苛的训练后让他体力完全透支，脸色惨白。这次的体能极限训练也让每位参赛者了解到，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艺人，可不像荧光幕前看得这么轻松哦。真的好像魔鬼训练，妈死了，可以帮我叫救护车吗？不行，在一连串残酷的体能训练过后，这一次的训练可不仅于此。紧接着 Energy 将教导五个八拍的舞蹈动作，每位成员将在2个小时内熟记舞步，并作为这次的回家作业，在下一次上课时进行验收。他们能够学会教官们所教导的舞步吗？一五 M， 一二三四 pose。在2个小时的密集学习过后，实战教官将每位成员依照程度分为肢体较不协调的初级班，以及还算跟得上节奏的中级班，还有稍有舞蹈基础的高阶班。马上来看看他们的训练成果吧。好，第三组先来耶。小姐啊，看你们跳成这样，回家可要加紧练习，否则你们的舞蹈成绩可是相当的不乐观哦。成员跳得还算有模有样，不过松懈的话还是会功亏一篑的哟。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高阶班的表现吧。班的舞蹈程度果然不一样，不仅节奏感较强，也在短时间之内就将舞步记熟，展现了相当不错的舞蹈实力。而下一次他们将面临体能与舞蹈结合的总测验，星光二班的成员们能在回家后熟记舞步，并提升自己的体能，完整呈现所学的舞蹈吗？更精彩的内容就在下一周的超级星光大道。